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发生了哪些事。醒醒闹，帮我灌注能量，今日科技，明日潮流， Today's Tech, Tomorrow's Trend。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林泽宏、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吴新佩、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新与日韩等产业组织代表共同启动下，台北创新创业总会正式开幕。这项活动汇集了20家以上的各国独角兽、创投，还有日韩产业组织代表出席响应。这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出新创三支箭的目标，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创业家友善城市，让各国新创都能在台北市找到机会。市长上任以来对这个新创产业非常重视，所以他提出了新创三箭的一个策略出来。第一他譬如说从这个资金、人才和市场这三方面蛮多的一个策略譬如说我们扩大奖励的补助让这企业能够进到这边来，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也成立说创业家的护照让鼓励这些创业家能够来台北这样子。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也跟姐妹市跟友好城市来所谓新创的城市伙伴利用这样的概念包括今天的活动，整个国际的活动等等，都是目的性，就是希望说把台北市形塑一个所谓的新创的一个友好城市让创业家能够到台北市来投资那台北市充满一个活力跟创意的城市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创业家能够这边找到他的机会来发展这样新创产业。出席的日韩产业组织代表也期望未来彼此间能深化合作，共同创造未来。Korea and Taipei and Taiwan has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industries of the startups or the,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But our city is mainly very focusing on the media and content and K-culture. We have a lot of broadcasting companies and the movie filming companies and post-production companies. So I hope we can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wan and the Korea, and we can have a lot of meaningful exchanges in the future.现场也邀请来自印尼及美国等多国民生消费领域的科技独角兽来台，透过论坛模式分享他们的独到市场见解及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为台北新创生态注入新的动力与灵感，协助推动台北市产业升级，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位于文山区的主爱楼是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服务延展的地方，九月落成，提供成年爱奇儿日间服务，中心规划学习教室、健身室、音乐律动室与多功能空间等，依据爱奇儿的需求设计丰富多元的训练与活动课程，同时让爱奇儿家长们在照顾压力上得到喘息。利用这个爱奇主爱楼，我们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服务，这服务我觉得根本就是政府该做的，但是政府能力还没有够大，我们愿意我天使星基金会这样的一个爱心再多走一步，做一个好的范例，让很多同样跟我们有爱心的人，关心这社会上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他们也愿意仿照我们来做，在政府的帮助之下来做好这件事。我想应该这是我们政府往前面该走的时候一步该走的路。我是陈启腾，曾经是一个要带着两个孩子去自杀的爸爸，但好像那个门关了，在那个当下但因着那个爱开了一扇门，上帝就是爱，翻转我的眼光，去看到这些孩子的价值，以至于那个重生的力量。我们还发现了这个楼地板呢，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楼层它其实是长条形的，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栋房子本身并没有水平。它左右两侧居然是有落差的，哇！所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再加上因为这是一个要迎接成年爱妻儿的机构，所以我们必须当时跟建筑师的讨论，觉得这个房子好像不堪在里面挖电梯，所以我们就做了电梯的外挂。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全新的电梯。在整个整修的过程当中，那个困难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是2021年开始，大家都知道疫情，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停留这么久，所以缺工缺料缺太多，然后这些染病的工人不能进厂，所以很多时候三级警戒啊，这些的延宕就使得整个成本不断的增加。我跟赵成第一次经历到，原来经营一个基金会，充满了各种挑战困难，经历到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压力。我们起初估算的费用跟后来实际的费用相差之大，可是这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身心障碍儿与家庭经历无数成长养育过程的困难与挑战，22年来不间断关怀爱妻儿的天使心家族基金会，结合市府邻里社区推动日间照顾服务，共同打造有爱的友善社区。我代表我全区的选民，谢谢天使心，啊，谢谢所有支持天使心的伙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光这个李顺心李，我们杨佩川里长，啊，还有我们跟李里长到现场。光顺心里就有多少身心障碍的家庭，大家知道吗？光这个里有300多人身心障碍家庭，好，这个中顺里也是一样，所以整个文山区有多少知道吗？12000多个身心障碍，好，我看了这个数字，啊，12000多，所以真的要说的庄稼说哇，可是要做工的人，还有我们相对应的资源真的是很少的。我自己是一个爸爸，我有两个孩子。所以真的我能够体会那个爱孩子的心，对，还有这样子的帮忙啊，啊，真的是对这家庭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上帝为你关上圣门，必定会为你开生窗。我们天使心家族就是那一道窗外的光啊。今天主爱楼的落成就是支持这一道我们爱妻儿家庭所期盼、所渴望的那一道光，所以今天抱着非常荣幸、也非常骄傲的心情来参与今天的落成跟节目。那刚才易座有提示说，我们目前大楼还有遇到一些行政程序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代表市长来承诺我们的林董事长，我们会竭尽全力、尽速来协助。有很多感触，那我自己在想说，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坐在这边？我每一次我都是有一道卫生纸，知道吧？那我也真的很感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以后未来可以照顾更多人。我知道今天董事们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讨论，但是告诉大家，应该都是迎刃而解的，大家可以不要担心。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祝福希望给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的陪伴的过程真的会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或许这也是对我们而言都是另外一番的挑战，可是我们一点一滴都是一个历练，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就是勇敢坚强，而我们的爱绝对可以帮助更多的。其实我蛮高兴的，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加我们天使心基金会这个主爱楼的成立。那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在地的附近，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里内和我们周边我们在家庭上面有需要的这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照顾。所以其实天使心要在我们这边要成立的时候，他们也来拜访过我，那我们也都在社区里面把我们有需要的一些
家庭的孩子们，我们也都介绍他们过来看看这个环境，也跟他们有接洽过，希望的用意是说这些孩子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家庭里面也可以比较可以松一口气。天使星为庆祝主爱楼落成，11月30号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我的夏秋冬春》岁末慈善音乐会，通过音乐与故事呈现爱企鹅家庭的四季历程，邀请民众用行动支持力挺爱企鹅家庭。记者温君台北报道。刑事局专案小组特别到美国洛杉矶与美方进行政务交接，将装有异态安非他命的24瓶红酒带回国。这起跨国运毒案起因是韩国警方在侦办一起毒品案时，发现毒品来自美国，运毒车手却是台湾人。刑事局国际刑警科接获线报后，立即组成跨国专案小组执行日落行动，在台美、日韩及马来西亚五国执法单位共同合作下，共查获46公斤多的甲基安非他命与44公斤多的古柯碱。这个案件本来是从韩国警方提供我们的情报，那这个情报呢，我们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那知道呢，这个毒品呢，可能是我们国内这个一个集团呢，企图从洛杉矶以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包装当载体的，然后把这个毒品运送出来。那同时最主要是把这个毒品运到日本跟韩国，那在美国境内呢，我们就查获了甲基安非他命有37.76公斤，然后我们在向上溯源就查了3.6公斤，然后呢把这个毒品的货跟货源给查获。那同时我们后续再往下游追查，到了马来西亚呢，也查获了44.93公斤的这个古柯碱。那全案呢，经过我们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呢来接洽，那顺利的在今年8月由我们陈检察官呢带我们本局同仁到这个美国那完成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取证。在美国执法单位配合将戴姓车手等人驱逐出境后，刑事局方面发动6波具体行动，将有黑帮背景的郑姓主嫌及相关成员共13人陆续逮捕到案。警方进一步说明这个跨国运毒集团的运作模式。这个集团呢是有在台湾的有太阳会背景的一个郑姓主嫌，他在国内招募了所有的运毒的车手。那他招募车手以后，他的派遣的模式就是说派到美国地区。去取得这个安非他命，那这个安非他命它是的运输的手法，走私的手法非常特别，就是说将晶体的安非他命溶于水，就如同现在的政务层面溶于水以后，因为美国加州是一个葡萄酒盛产的一个地区，那如果说观光客如果用这个红酒来这个饮品里面加这个就是液体的毒品。是非常的难以查清到案，因为在 X 光 的成像里面，不及那个专业人员细部的去分析的话，是看不出这个里面的成分。然后他们再用气泡纸袋，然后把这个葡萄酒包起来。那最后这些毒品就是他们怎么还原的，是非常简单。他只要在像现在太阳这种地方下曝晒，他就会还原成晶体。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移送。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必由检察官侦查终结进行起诉。刑事局方面发现，黑帮常以赚取高报酬、享受免费机票、食宿，还可以顺道到国外旅游等诱因，吸引20多岁男女担任跨境运毒车手。呼吁年轻人不要为了贪图小利加入，因为涉嫌运毒可能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旦染上，后悔莫及。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民警仔细查看这辆车的前后车牌，发现材质及印刷都跟正常车牌不一样。
原来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在军人公墓周边取缔红线违停车辆时，发现这辆车无法查出车籍资料，车牌更有伪造痕迹，于是先查扣车牌，并将车辆移至保管，随后通知车主到案说明。车主坦承因为超速被吊扣车牌，为了能继续开车上路，就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没想到才挂一天就遭查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员警日前于军人公墓周边取缔红线违停，发现疑似小客车车号，查无资料，经检视车牌系属伪造，当场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查扣相关证据，后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其称车牌因违规遭吊扣，才上网买伪造车牌悬挂，岂料才刚挂第一天就被查获。警方已经将车主依违反刑法特种文书罪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网络贩售伪造车牌部分将持续溯源查缉。南港分局方面提醒，车牌属于特种文书，私下制作、贩售及购买使用上路都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警方将加强查缉取缔，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沙茶炙烧鱿鱼烤饭团选用台湾船队捕捞的阿根廷鱿鱼，刷上特制酱料烤制，加上烤饭团，香气四溢。还有这款姜丝鲈鱼汤，使用在地优质的国产金目鲈鱼，搭配姜丝豆腐，营养满分。这两道是渔业署与超商合作，找来名厨设计而成的复热即食餐点，在超商通路贩售，让民众在居家邻近的地点就能吃得到国产美味。就是我们这个阿根廷鱿鱼呢，就是用这个沙茶的这个蒜蓉酱下去秘制烧烤，就像刚才刷起来，所以我的饭团呢上面还会有个秘制酱，刷上去之后再去烤，烤完之后它里面就会产生一点那种上面会产生一点锅巴的感觉。这个在技术上其实非常的难，工序非常的多。嗯，对，我们不能不能不把它做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全台 Seven 都有贩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吃到如此美味的鲈鱼汤。吃鲈鱼汤啊，有豆腐跟很多鲈鱼肉，吃起来真的很香，满满的新鲜的味道啊，它又有补的感觉，对，因为最近比较稀。还是要跟主持人还有两位报告一下，哎，真的不错吃哦。锅巴的味道，还有在里面的沙茶鱿鱼，这个是很对味。谢谢为主持这边的一个开发，谢谢。渔业署顺应消费者追求快速与创新的饮食习惯，辅导相关产业及加工业者持续开发多元化的国产水产商品，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那今年我们在跟厂商的合作，推出的沙茶盐烧烤鱿鱼饭团，我们跟民族无柄城合作，应用我们遗传在西南大西洋捕捞的鱿鱼，带回来新鲜的鱿鱼，那搭配中秋节应景烧烤美味，来制作这个饭团产品，另外，跟米其林必登必比登推荐的餐厅，那来合作来创造一个熏宴姜丝鲈鱼汤，这个鲈鱼是应用我们自己养殖的金目鲈鱼，这目前正在盛产，那来创造这两个产品，推荐给全国消费大众，欢迎消费大众到 Seven 来享用这两个产品。当然 Seven 一定会推出很多的优惠的措施来推展这两个产品。那椰鼠为了因应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为了提升我们 国产的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多年以来都辅导产业团体、加工通路业者，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让消费大众能方便买、轻松煮、及时吃，来消费我们国产的优质水产品。那在方便买里面，我们在实体通路上，跟统一超商合作，来推广。当然，我们各渔业团体也有实体店面，可以来消费，来就近购买。
那在线上网络通路的话，业主也开发了买仪器先移购的网络啊网购啊，可以欢迎设立发通，可以上网去采购。那我们各个仪会啊，就包括全国仪会、各区仪会都有业网络啊官网可以销售在地所生产的水产品。那青松组呢，我们为了符合现代社会需求，除了成衣产品以外，我们进一步的辅导开发如鱼片、鱼排、鱼肉、水饺等很方便料理的水产品，提供给社会大众啊，轻松带回家就可以要做料理了，减少一些厨余的方式。那即时吃啊，我们也开发一些老少咸宜、即开即食，如鱼鳞脆鲫、冻饮、罐头、饼干、零食、鱼精、料理包、加热即食食品等等的。啊，我们推动这三个，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去买，轻松的回家煮，啊，随时买随时可以吃的即食产品。啊，那在这边很感谢各位贵宾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新产品的记者会。啊，更加感谢啊，统一超商啊，能跟渔业署合作，持续啊来推展我们国产的水产品。啊，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到各个通路上啊，各个门市店买到啊各种水产品啊，在这边也是啊，中秋节快到了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渔业署期望通过丰富国产水产品的市场，让大家在日常中享用到多样化、高品质与值得信赖的国产水产品，进而强化国产水产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韧性。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刑事局干员一举破获位于桃园的多处诈欺机房，押至逮捕诈团成员。刑事局调查发现，有诈骗集团利用假交友进行投资诈骗，有一线机手在 IG 及 X 等社群平台使用盗用或 AI 生成的美女照片，诱骗被害人付费加入会员才能以恋爱方式聊天，然后再以家人生病等理由引诱被害人加入互惠工作室群组，再由第二线客服人员接手诓骗被害人投资。初步清查，全台至少有62人受骗，损失金额达600余万元。该诈欺集团系以社群平台创造假的账号，那并以 AI 或假冒他人的头像来创设假账号，那来吸引被害人与之攀谈。那在攀谈之后，那并以可以赴会约会，或者是可以传送私密照片诱骗被害人参加假投资平台的注册会员账号。那在注册会员以后，再跟被害人以爱情交友的方式，那要求要共同投资，或者是说家里有急难等等要求其协助来去做投资，那再把相关的讯息转给第二线的互助投资的工作群组，那由第二线的车手来以话术来对这些被害人进行诈骗。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这个诈骗集团的犯案模式，希望提醒民众注意。里面的机床，那他会假扮成一个美女的形象，然后在 IG 跟 S 平台上面 po 文，或者是以现实动态的方式，然后跟被害人说，如果你们付费的话，就可以跟我约会，或者是可以拿我的私密的照片。那被害人就会受骗，然后开始跟这个机床聊天。那等聊到一定程度之后，机手会把他加到 LINE， 就是跟他加 LINE 的好友。那之后，机手就会开始引诱被害人去注册假投资网站。那注册完之后，他们就会机手就会说，我的家人生病，或者是你要跟我，去注册这个假投资平台可以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可以帮助他付医药费，那他自己也可以获利的。这个互惠费的部分，那之后被害人上当之后，他们就会加入诈欺集团的投资方案，那之后就会由这个洗钱水房跟二线的机手那继续诈骗这些被害人。刑事局经过几波查缉，将李姓主嫌共17人陆续逮捕到案，并依违反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其中1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刑事局方面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利用网红趋势锁定年轻族群，透过社群平台以色诱、交友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呼吁网络交友要谨慎。如果碰到注册不明网站，极有可能就是诈骗，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案线咨询，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小朋友们坐在一起，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精彩的演出。2024中山家庭日活动8月24号在中山区公所10楼大礼堂举办，特别邀请国内知名儿童剧团海波儿童剧团带来《疯狂博士奇幻谷》儿童剧演出，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同来参加，就连里长也带着小孩一起同乐。很开心这一次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其实自己就在这个大楼上班，那刚好有看到公布栏有张贴这个海报，那家里又有两个小朋友，所以特别呢就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就抢先，一开10点一开始报名，我就马上抢报名这样，那也很开心有报名上，那也今天就来参加这个活动，也希望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感觉还蛮棒的，就是其实让小朋友多方面的体验，那如果小朋友也因为这个体验有喜欢，我们后续也才有后续的他们有相关活动，我们也还会再去参加这样子。其实我也是在区公所的一楼有看到他有那个贴那个活动海报，对，然后我没有留意，其实是我同事跟我讲的，那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办这样的活动，对，因为其实这是亲子同乐，而且又是剧场，是小孩最喜欢的，对，然后要来，而且所以我很快就上去报名，听说是秒杀，对，我们就快速的报完，然后成功的通过之后，小孩很开心，今天要来的时候就超级开心，昨晚上还睡不着，对，重点是离家里近，然后又免费，对，然后又是可能像夏天天气很热啊，可以带小孩来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很好很棒，对。今天是我们中山区，我们中山区大家长，我们新任区长办的活动，所以我特别来支持。那刚好呢，我有一个小二的，以及一个大班的小朋友，所以刚好来这边参加。然后听说海波儿童剧团是我们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剧团，所以一定要带我们小朋友来一起参与。活动当天，立委王宏维以及中山区多位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感受现场欢乐气氛。中山区公所以基层艺文民俗表演活动结合人口政策宣导，规划中山家庭日活动，每年都受到亲子热烈欢迎。150位名额在开放报名10分钟就额满，未来区公所也考虑扩大举办。举办家庭日其实是为了要凝聚我们市民的家庭的凝聚力，还有让亲子之间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聚在一起，然后让我们家庭能够更欢乐的存在，也让小朋友不会惧怕成家立业。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在111年、110年和111年都有举办过，因为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今年再次用儿童剧的方式来举行。
今天播出的这个剧是他们新创作的，所以有结合奇幻冒险和叫做环保主题，所以我们觉得能够寓教于乐，再次邀请他们来。哦，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哦，我们大概十分钟就已经额满了。对啊，但是场地的限制啊，所以没有办法提供更扩大。我们是想说，将来看是举办多场次一点，或者是再找大一点的场地，这个都是我们将来规划的方向。中山区民俗委员会是以改善社会风气，端正善良风俗为宗旨。那我们长期在致力于推广传统文化还有民俗活动。那我们在112年四月的时候有推行孝行楷模表扬，那就是希望说从小培养孩子们孝行美德的观念。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中山区公所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那中山区公所非常的用心在每一次的活动都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时间。那我们也预祝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圆满顺利的成功，大人和孩子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共享亲子欢乐时光。今天是我们中山区公所举办的家庭日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别出心裁哦，是请到了海波剧团来演儿童剧。那这个之前呢，是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么一开放之后就秒杀，那代表我们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都很喜爱这样的一个家庭日活动的形式。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寓教于乐。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还有甚至阿公阿嬷一起来带着孩子来看我们的儿童剧。那么事实上我觉得真的能够达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活动，然后也可以传达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剧团的演出，然后给孩子一些有关于环保跟食安的一些讯息。中山区公所举办家庭日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儿童剧，鼓励家庭成员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彼此陪伴，增进家庭凝聚力，一起共享欢乐时光。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奇思妙想的艺术空间，开创儿少艺术的视野与未来。第一届 Art in Taipei 儿少艺术博览会开展，以饭店作为展览空间，汇集56位儿少艺术家参展，展现个人才华与独创力。这次博览会是用饭店艺博士的饭店式的艺博来举办。那一般从来没有用为孩子跟青少为儿童跟青少年来举办。那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有这样子的愿望跟期许，是能希望能够把它做到。那很开心我今天做到了。谢谢大家。那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是首创的，是应该是全台湾全亚洲第一个儿少艺术博览会。那我们是用饭店式的方式举办，所以呢，在这一栋木舍酒店的1楼、2楼、3楼跟8楼，总共有17个展间，56位参展人，他们真的很厉害，我们给他小朋友鼓掌一下好不好？特别这一次，我们让很多小小艺术家们尽情的发挥，展出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想这样就非常令人值得前来支持给予鼓励。而且我知道还规划有 Artin 的新这个一个奖项， Artin 之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可以到西班牙马德里去做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二方面也非常谢谢 Arthur 刚刚谈到这一次我们看到非常用心规划这样的展览地方，另外也有一个对于公益的展区，就是让我们的特教孩子可以到这边用另外一种角度来感受体验到艺术之美。我想让他们可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感受到各界的温暖。台北市我们是一个艺术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我们也在强调文化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星星学子借着自己的视野，将所想所见想表达的思想创作于画布上，灵感来源十分丰富。像是9年级生杨可欣笔下的流浪猫，孤独的眼神，渴望庇护，作品传递期盼大家珍爱小生命的思想，愿尽自己一份心力参与公益。
这两幅画大概就在跟大家讲说不要随意弃养这自己的宠物，然后这幅画就是在讲说，就是希望透过就是这幅画的放大镜，然后放大这件就是不要弃养的这件事实，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更多人了解到，就是不要弃养对宠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这幅画就是有点像猫的被弃养前跟弃养后的差别，就是猫弃养后它们就会变成像那种流浪动物，然后就我觉得大家就是社会大众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议题，就是希望可以让就流浪动物可以变少一点，大家可以领养代替就是购买这样。其实就是因为透过画展就可以让就是更多人去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比起只有在画室里面画，可能就只有画室就是在画室的人才会看到，然后如果把它展出来就可以让更多人去理解它这样。买的那些商品还有公益那些都是捐给一个就是爱猫协会这样子，就是可以做公益去帮助那些就是宠物就是一些流浪动物这样。这场艺术盛会也将选拔出具有独特创作力与艺术潜力的 Artin 之星，到西班牙马德里艺术学校交流，接轨国际舞台。I think children are children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in every society, and art help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skill, cognitive skill.Aesthetic skills, sensibility skills, like a tool for development. 为期三天的博览会，见证孩子们丰富的创作力，作品风格多样，美材多元，用他们的视角带领大家欣赏不同的世界。同时，展览也透过专家对谈讲座，培育美感人才，为下一代带来崭新的舞台与美好。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宣传基隆护国城隍庙207周年，台湾省城隍庙、台北府城隍庙、台北霞海城隍庙等台北四大城隍庙首次聚集基隆，为即将展开的基隆城隍文化祭暖身。记者会开场，邀请了基隆团体表演热舞，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和舞者挑战16蹲，获得在场来宾拍手叫好。满满一桌子的夏油路知名美食，就是副市长邱佩林、议长童子伟、民政处长张渊祥大力行销基隆美食。基隆是全台湾做得最好的城隍庙之一，我不好意思说全部，说之一。很感激基隆的城隍庙，在地方不仅保佑了地方的人民，而且照顾了在地的商圈，更重要的是他们赠品做得很棒，给大家看一下，很特别。谢谢城隍庙。基隆城隍庙从1818年开始，嘉庆皇帝年间就已经拥有，就已经在伫立在基隆，守护我们的这个基隆港，守护我们的台湾，所有的那个全国人民哦，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想值得推动，那又可以结合我们在地的美食来文化推广，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我们这个农历七月普渡刚结束，好，就是把老大公送走，然后这个城隍庙日巡夜巡，就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在。
这个凡间的这个老大公。基隆城隍文化祭将在9月7号下午3点在海洋广场正式登场，接下来重头戏9月18日有日巡，来自全省城隍庙联谊会总会各县市的城隍庙齐聚基隆举办绕境，下午一点从基隆城隍庙出发，庙方也准备了8000个咸光饼让民众保平安。那今年呢，我们基隆2007年呢，是我们基隆城隍文化祭的开锣开始哦。那这一次呢，有来自台北四大庙城隍庙来进行祈福绕境，因为四大庙他们从来很少让私底下让碰面一起合作，那所以说这次特别邀请他们来，也庆祝他们在台北市呢，今年刚好是140周年啊，联合庆典。那所以说，我们这次先把他邀请来基隆。我们这次城隍庙呢，有准备了8000个咸光饼啊，将在庙口任丢咖，我们把咸光饼发给各位啊，去祈福，让他们吃的平安。那在狮球岭那边也会有进行到那个任丢咖的仪式。我们四大庙呢，就是为了庆祝基隆护国城隍庙207周年的安座大典，所以我们全部都会到齐来迎接这个祈安这个绕境活动。老大公庙观看门仪式完成，象征农历七月正式画下句点。基隆城隍文化祭随之登场。今年正值护国城隍安座大典207周年，就将延续传统进行日巡和夜巡绕境，也将与台北市四大城隍庙共同绕境，祈求国泰民安。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山海公民参量团体他日前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有关市长动员基隆二姓的人员支持挺梁活动的事情，这样一个不实的谣言，我们认为违反了选罢法第104条，所以今天依法来到地检署提出告发。面对拆梁行动团体最近频频爆料，市长谢国梁利用家族资源动用企业学校参加雇梁，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盛五号在律师陪同下前往地检署按铃提告，把你团体散播不实讯息、误导社会大众的行为，令人难以接受。何况把你团体的行为已涉及违法，国民党作为本次罢免的重要关系人，不会任由把你团体造谣却不负起责任。我们会向基隆地检署。市党部正式提告之外，也召开了记者会。国民党守护基隆小组发言人郑丽文强调，主妇公司透过假处分来保全东岸商场2到4楼的建物，证明了基隆市前任林佑昌市府漏洞百出。至于内他们本身的这个相关的财产权，他透过假处分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全，这里本身证明了前任的林佑昌市政府。的确是漏洞百出，问题丛生，更何况现在已经司法侦结，的确是集体的贪污，所以是林佑昌基隆市政府有错在先，那么内阁呢，他才透过官司来做这个假处分的一个动作，再度证明此事。而政党轮替之后的谢国梁政府，从头到尾都在收烂摊子，都在替之前林佑昌所留下来的这烂摊子这一笔烂账在努力的收拾。其实从发起罢免到现在，国民党针对要告发公民团体已经现在是发生第三次的部分了。那针对二姓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那一天公布了这个录音档以及相关发文之后，陆陆续续有非常多民众也提供他们的对话记录，然后或是在私讯或是留言上面表示说，其实他们身边甚至是自己都有遇到二姓要求要动员去参加这些造势活动或是帮忙宣传的现象。那其实这些在过去的选举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每一个基隆人心目中，不好意思，我这段重来，好。好，我相信恶性动员选举这件事情也是每一个基隆人心目中共同的回应，好，这绝对不是单一现象。所以对于谢国梁不断的说他自己不知情或是不需要，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的荒唐的。那这些
出来公布对话记录，或是说愿意提供录音档的民众，其实都有提到他们担心自己未来是会失去工作。其实这也间接反映恶性对于基层人员或是身边的人的那个强制力，或是市政府本身公权力介入有多么的严重。那我们认为在这部分上面，谢国梁利用他自己的权力，然后去压迫这些市民，其实是应该要被站出来反抗的。针对近来霸凌团体指控，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五号正式按铃申告，希望造谣者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谢谢。基隆市长谢国梁跟立法委员罗志强以及基隆市议员郭美秀会同当地的里长一起在新丰街进行扫街活动，许多民众为市长谢国梁加油打气，热情的民众也希望跟市长及立委罗志强一起拍照留念，用行动来支持谢国梁。立委罗志强说，一路扫街过来可以感受到基隆民众对于谢国梁的支持。看到民众对国梁真的非常热情，是，而且都是很主动过来，所以我认为真的看得很感动，因为公道自在人心。那我想国梁这段时间把自己全心全力付出在基隆，然后勇敢守护基隆，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志跟勇气的展现，我是真的觉得基隆民众有看到，一路走来非常热情，对，非常热情，感觉很棒，对，很棒，很棒。来到新丰街，市长谢国梁跟立委罗志强也到福德宫进行参拜，祈求基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场新副理里长也带领志工来为市长加油打气。10月13号，我真的拜托大家，真的这一口气呀，不是要帮谢国梁出而已啊！法院已经帮他出四口气了，接下来看基隆要不要帮谢国梁出气？要！要帮基隆人出气？要！最后我再讲，额外讲一个小故事跟各位讲，国梁有多爱基隆，我跟各位讲，今天他就是因为太爱基隆。他今天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他犯的罪叫太爱基隆罪。这有没有这么爱基隆的市长啊？太爱基隆罪了。他不是现在爱基隆啊。以前国梁在当基隆的立委的时候，我在总统府当副秘书长。对。那时候国民党执政那时候要盖一个深澳电厂的谢美码头，各位你知道是谁挡下来的吗？谁挡下来的？谢国梁挡下来的，为我们基隆乡亲守护我们的海洋啊，守护我们的环境啊。国梁也来找我说啊，就跟我讲说，真的那个地方不适合盖谢美码头。最后呢，我们从善如流，最后没有盖这个谢美码头。来一个多月，会是艰困的一个多月，会是紧凑而非常残忍的一个多月。我们会继续的努力，要来宣传我们不同意罢免的投票。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跟今天到来的罗志强委员一样，做国梁跟基隆市政府的后盾，让我们把真相呈现出来，用市政跟好的成绩来服务我们市民大众。大家说好不好？好。所以这个罢免跟人家不一样啊，不是说今天我很支持谢国梁，我反对罢免，我就在家里睡觉，不是这样啊。你得出来捆啊，他可能就被罢免。所以无论如何，一票吹一票，一票拉一票。10月13号，大家就出来，不是只为谢国梁，为我们基隆拼一票，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10月13号星期天就要举行罢免案的投票，市长谢国梁与蓝营立委一步一脚印进行扫街，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民众，让民众了解这次的选举一定要出来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谢国梁市长。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
外皮反光发亮的低卡茶香冰皮月饼让人垂涎三尺。中秋节快到了，如何吃月饼吃得更健康呢？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请营养科营养师杨志凯自行研发制作美味又兼顾营养健康的低卡茶香冰皮月饼。饼皮是用高纤低糖豆浆、无糖红茶及利丁粉做成冰皮，内馅则是用红枣和无糖红茶做成。饼皮和内馅合成低卡茶香冰皮月饼，冷藏后食用口感风味更好，不但制作方法简单，减糖也减油脂，热量更只有市面上贩售月饼或是蛋黄酥的20%。内馅的话，它的红枣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泡软，泡水半个小时，那之后把它放到我们的电锅里面，外锅加一杯水，蒸好之后再焖15分钟。那把它蒸熟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的红枣去籽，那去籽之后我们就要放到食物调理机里面去做搅拌。那如果太干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加入无糖的红茶，让它比较湿润。那除此之外，加一些红茶也可以让这个内馅啊比较有一个茶的一个香味这样子。那最后啊，我们就使用滤网把搅打过的一个小炉做一个过滤这样子。那最后这个步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啦。如果我们过滤的越好的话，这个枣泥会是越紧密的。饼皮的话，我们就是把很简单一样，就是把豆浆跟无糖红茶按比例称重之后把它混合均匀。那把吉利丁粉加到我们的那个混合液之后，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并且过筛。那吉利丁粉啊，在做的时候，最常会发现就是它很难，就是它可能会结块结块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它重点就是它一定要过筛，过筛之后它才不会有一个均值不太好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我们之后就把过筛的一个混合液小火加热到160度，然后把它关火。那之后就把它倒入我们的这个月饼的一个模具里面，就把它放到冷藏库。把它放到过月饼模具之后，我们就会放我们的内馅，放完之后就放到冷藏库30分钟，所以其实很快。基隆医院院长林三奇和营养科主任张黄瑜以及营养师杨志凯力推这款低卡茶香冰皮月饼，制作起来相当简单，非常适合想要控制糖分的民众或是本身有糖尿病的病患食用。基隆医院也提醒民众购买月饼时尽量选择低脂或是无脂以及添加坚果类的月饼，注意营养标示，没有过多的化学物质以及油脂和糖的产品，适量吃月饼，和家人共度健康幸福的中秋节。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豆子准备已经表面已经烤到金黄色，用陶锅小火慢炒15分钟，就亲自体验从浅烘焙到深烘焙的过程。第一包中焙，亲自炒咖啡，还要学研磨冲泡咖啡，要好喝，每一个步骤都有学问。基隆中山乐龄学习中心争取劳动部5050壮世代就业网络合作计划，鼓励壮世代回到职场。我们政府呢，希望鼓励我们中高龄再出来再就业，退休之后呢，最好再有一些增能的一个技艺。那我们怎么样去斜杠啊，或者是说再就业？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能力。5050迎新大挑战。拥有工作能力，强化壮世代就业服务的量能，增能奉献，越老越精彩。那我发觉我们的这些学员呢，真的是都非常认真哈。我相信这6次的课程之后呢，每个人都可以可以斜杠去做他们喜欢做的这个增能的课程。不止就业，还能创业。冲泡的过程可有技巧？我们用闷蒸的水量。老师大概会注入40cc 的热水，水温是大概92度，好，大概充足的时候就1:16，所以20公克的粉，我们大概充足到320。学员们遵循规则，一步步来，收获满满。我觉得闷蒸的时间很重要，就抓准那个时间点，大概在15秒左右，然后再来就是注水的部分要稳定，用一个 No 字形，那不要忽短忽长，或者是。水慢，不要，要稳定。那泡出来的咖啡呢，跟平常的咖啡还没学之前，我觉得那个韵味是不一样，而且花香、果酸味全部都呈现在里面，我觉得很不错。把咖啡的这个冲泡跟实战，还有一些可能将来可以应用在职场上啊，或者是
在要开店啊各方面的经营上面都可以有所结合。这项计划为中高龄人士提供了重返职场的机会外，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老当益壮的积极人生态度。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提防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